油画棒如何涂过渡色，你的过渡色涂出来是不是这样的，看不出过渡并且还有空隙。接下来跟我学，先把第一个底色位置涂好，准备第二支颜色，用相同方向的笔触开始先涂一点，然后用这支颜色力度稍微轻一点往上做过渡，接着再往下平涂一点，再接着进行第二次过渡，每次过渡力度要轻但不能太轻，最后看着颜色是个很自然的过渡就可以了。你学废了吗？